一句祝福的话，吉祥话。真的是我先，世界和平，祝大家的身材越来越好，前凸后翘，兔年快乐。我爱。大家好，这个是彭尊的彭尊。这个月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离开全明星后，我的本业在做什么。我们最近流行一个新盘，你跟谁最高分？配盘。跟陈宇90。那你跟我几分？82算高了，对不对？82算高。嘉佑，你跟谁很高？洪轩90。哇、但你跟洪轩多少？64。我们来看阿飞教练极速超跑。我们今天不同队，你要打爆那个极速超跑。哎呀！篮球的应援好屌。现在可跟篮球不一样哦。哎，这边是排球啦啦队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哇，这个距离！哇，跳发！精华的！哎！真的，补羊猜一个，120。看来补羊应该是真的用猜的，汉子猜一个。应该365，321，321哦，你根本没拿。321，我365，我取中间。332，342，前面，那就是337到347以内，它就是免费的。好，好了，337到347，1、2、3，开机。这个摄影师要比滑板更强吧？早上跟 Sky 滑完板啊！哦哟，滑板啊！滑板教父，当初 Sky 介绍给我一间银饰的用品店，发现现在6周年，给大家看一下我比较常戴的。这个我就蛮常戴的。你看这明星戴墨镜，哇，拉起来！上封面。今天邀请依依呢来拍我们家的穿搭。哎呦，你带我们来吃什么？我带你来吃我最爱吃的面店——糊涂面。糊涂面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的后面应该很清楚吧？来这边还会有提供一个小物可以大家去领。我自己去拿了两个濮阳的那个卡片，对，我要带回家。我是濮阳的那个忠实粉丝。一有一个很变态的 app 叫做冰棒，然后现在阿嘎在这个地方，他在这边待32分钟，所以我们两个现在突袭阿嘎，过去5分钟，什么地方会待32分钟？胜利加油站。下车。太神机了啦。去哪里？你为什么在这边待3周了？你知道？我换轮胎啦。我要看到你们俩不是这样的。手机被吓到掉下来。他是很紧张啊。然后看到新朋友了会这样。是啊。他好紧张啊。那把尾巴夹起来。对啊，他就这样。闪电几岁？很干净哎，12岁。他脚很大了。闪电是赛犬，以前是跑比赛，他跑很快。有练过田径。好可爱。我们要去台中的朋友，等等朋友。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哎，你有票？我有。真的？我真的是。我有3张。谢谢副驾。看我的眼睛。爸爸上。嗨，出太阳了。好，那就准备搞摇摆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台中。不当渔民，当乡民。OK。
谢谢。建议平日来吃，因为假日我们等了两个多小时。可以到日本。来，我每次来必点，高达，把它倒进去。谢谢。好吃，好吃。吃一个，吃一个。这超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这超好吃的。教大家一个很好吃的日文。本当にすごく美味しいです。皆さん本当に来てみてください。本当に後悔しないでしょう。すごく美味しいです。これ間違いないですよ。好，出发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怎么那么好看？好，我们刚刚从台中看完《灌篮高手》，然后现在是到我朋友家，我带下来参观，因为他很多收藏。出发 ，Let's go。すみません。失礼します。お邪魔します。这个我刚刚一进来以为是滑，可是它是 Lego 做的滑。哇，因为它是玻璃的。哇，啊，这可以交换吗？交换啊，交换。可是我没有。怎么样？你要示范一下是不是？是不是很疗愈？很可爱。Supreme 的冰箱。Supreme 的保龄球 ，Supreme 的车子，哎、欸，这个是会发亮的吗？哎、欸，哇、哦，上面有 Supreme 的那个，开眼界了吧，小太，小太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，这不是，差一点，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有外套？哇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哇，哇，这是天堂吧？这是什么？照相的时候了吗？没有手拿，对对对，这个是这啊，对了，这个是新的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你们，拜拜，拜拜，来，大家热身哦，准备哦，开始哦，开始哦，慧煌，尤其是你先热身，准备好了吗？啊呀，把马上来，交叉交叉抓抓，蹦的三角快的。转弯笔画最多的中文字是什么字？我妈画最多。朋友的朋要写两个月。为什么？朋友的朋呢、啊？要写两个月。写这么久啊？上次意外的灌进，所以今天来找 Steve 跟灌篮，有没有什么建议？建议就是，我现在要去找 Josh 刺青，然后是要跟黄队有关的，因为之前就想说这半年可以记录一下。我错了，打雾好痛，这个位置好痛，太靠近手肘。帅哦！这是一个跟黄队有点关系的刺青，大家可以各自解读一下，你们觉得什么意思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一下，我再看有没有人跟我想法比较接近。今天是初六，我们要拍鬼军吧。麻辣味噌，少辣少麻，加160元的肉，豆芽以及玉米笋。拍一个小时，我们要吃15分钟吧。狗哥。